哇，三楼这个看起来特别的昂贵的样子，有一个岩浆一样的东西是什么？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福相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开一家甜甜圈工厂。那么这边的甜甜圈机器呢已经造的差不多了，一楼的甜甜圈居然是这个粉红色的。那么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个机器啊，我们紧接着把我们所有的钱去来打造出我们这个工厂，不知道好像有三四楼的样子，你看对面是不是，哦，至少有三楼。那么的话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甜甜圈工厂非常的大，把我们的一楼的全部给造一下。好像是，哎，这边有三个武器，一把十字弩，一个，这个什么甜甜圈飞镖吗？我还可以扔甜甜圈，哦，真的扔了出去，真的扔了出去。还有把弩，这个弩会爆炸还是怎么的？还有把蓝色的剑。嗯，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，哦，这好像是一个零售店的样子，哦，我们的甜甜圈店，看到没有？还有我们的这个营业员，滴滴滴滴滴，造一下。二楼的话，我们应该很快就会有了。我们现在身上钱是肯定够的。这边二楼的楼梯出来了，跟着小飞象来到二楼。二楼应该也有一排金币制造机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箭射出去应该是会爆炸的。我们过一下看，它应该会爆。哦哦哦，果然，不要走太近，我怕它把我自己给炸飞了。看一下二楼的机器。二楼的甜甜圈也出来了，还有这个甜甜圈飞镖，它能飞得老远了。等会就拿上我们的武器去别人家看一看吧。啊，二楼的甜甜圈好多，应该是二楼的比一楼的贵啊。一般来说，有没有什么武器之类的？然后紧接着会有三楼，对不对？哇、哦，这里一排是武器吗？哎，这里有表情，先换一下啊。哎，我们的表情应该换了吧？啊，怎么还不变？怎么还是这个？叮呀的表情。嗯，这里的武器来看一下，有一个狗，一个弓箭，一把送外卖的摩托车吗？还一把斧子，这是狗子吧，机械狗。还有一把寒冰弓箭，还有一把摩托车，但是呜呼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他怎么不听使唤？哎哎哎哎，别，好好好，停，哎哎哦，这个斧子就厉害了。哦哦，我这个刀法看到没有？哎，不是，他这个刀法有讲究哦。嗯，这边还有个皇冠。好，接着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三楼。先把这边的二楼机器打造完，看起来还有两三个的样子。嗯，差不多了。看一下三楼，哎，这边有个箱子啊，没关系啊，这个箱子应该不用理睬它，直接去三楼。啊？哦，走反了，在这里是吧？从这里上去。哇，三楼这个看起来特别的昂贵的样子，有一个岩浆一样的东西是什么？好像也是生产金币的制造机器。我们这边的话钱好像不够了，真的不够了吗？差不多了，我感觉钱不够的样子。这里有一个耳机。哦，这边还有，我的天，钱不够了。我们赶紧先去下去拿点钱，这边拿点钱，看一下还有多少钱啊？不知道够不够。哦，门口好像还有箱子，300多块，钱不够的样子啊！滴滴滴滴，哦，果然又是中彩票的感觉，哈哈 ！Oh my god， 这次会中多少钱呢？1000 ，nice。嗯，但是接下来的钱我们来的就比较慢了，我们 go。这边有个东西没造，好像是灯啊，二楼的灯果然是这样的。一楼的灯，一楼二楼全部造完，我们这个表情怎么还没有换？我们这个表情是假的吗？好像没有什么用哎。嗯，看一下楼上的武器有没有没有拿。哇，是衣服，变成，哇，本来是我们穿着这个制服啊，现在应该能变成他的样子。啊，果然小飞象变成了机器人，还可以戴顶帽子。接下来这里的武器就厉害了，看一下这里的武器，这三把武器就厉害了啊！看一下哦，这什么武器？这把法杖能……我的天，什么用啊？哎，没有，这把枪呢？哦，拿出来了，我们这个三楼的……哦，只见枪声不见子弹，难道这个子弹快的连人都看不到了吗？还有这把镰刀，我觉得比较配这个服装。没有腿的服装，
我们可以飘在空中，呜呼呼，变成了死神。这个是干什么的？哦，这是甜甜圈机器。我们应该是全部造完了。这边的话都是一些机器之类的了，没有什么玩具了。看起来我们这个甜甜圈工厂就造到这里为止了。我们先去试一下我们的武器吧，很可惜没有什么东西能飞起来，还可以抽个奖。哦，能不能去别人家看看呢？好像，当中居然有一个圣诞老爷爷，没有什么用。能不能跳到别人家里啊？哎，用我们的手枪如何？嘣！哎 ，biu biu， 打不到他。我的天，他还走位，他给我走位，他不会想下来吃这个吧？他想下来吃这个的话，他就输了。他不敢下来，他敢下来。哎，我看不到他，这东西挡住了。哎呦，你给他溜了，给他溜了。哇、哦，这里门口有三个中奖箱子。哎，他四楼有个平台，哦，这是三楼的平台啊，看错了。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的甜甜圈大亨就玩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们喜欢小飞的视频，不要忘了点关注，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